请问陈师傅在哪儿？你是来修串联吗？啊，陈家劝不挨串，你快回去吧。大叔，哪可以修陈家劝？陈家劝不挨串。哎，请问？陈家劝不挨串，过来。咋就不让人修全呢？ 什么情况？往这边开！啊！糟了！我害怕，他稍微动了。你没事吧？ 哪里不舒服？玉娘，怎么样？没事就走吧。我叫陈玉娘，这村子里每个人都认识我。如果你觉得哪不舒服的话，尽管来找我。 玉娘，张梦回来了没有？我带老娘去看病，还没见人呢。他耍够了自己会回来。后来替我想陈师傅请安。好。哪个陈师傅？